我先去起。你先起。当头炮，马先跳。下快棋啊，我们下快棋，不能老是想。我最讨厌下棋很慢的人。一炮对吧？对一。跟你刚。怎么说？上马，哎，我也上。怎么说？干你！干我，哎，干你，哎，等一下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回棋，回呀，回呀。不能回棋。啊，那不回，不回，不回，那你走，你走。对，我搬人。谢谢吃雕要剥皮送出的飞机，谢谢，干我，干你。别下慢棋啊！干我，狗逼！我想想，我吃过了，他吃我这个，我也吃他这个。我看一下，他我干过来，他吃我这个，对吧？我吃他这个。然后他还可以吃我哎，这下个，快棋我是吧！亏的，我是亏的，我是亏的。我想了一下，选人了都。我是亏的。我再来把青钢影，好吧？那再来我。把有皮肤的青钢影。上把没搞成皮肤，宁王的青钢影我们还是要玩一玩的呀。去年总决赛 MVP 讲道理还是有点牌面，我不能这么跟他打，我这么跟他打我就亏了。来调个天数。怎么说？跳马。15秒不走棋我就，们选人，你这啥？15秒不走就判负，还有5秒，5、4、3，跑一炮。跳马！哎啊！还跳马？跳马！你是瘪脚马，跳不了我。瘪脚马，你是。巩义兵，巩义兵的话就遭一将。挂子吗？你在？造一将，想一想啊，兄弟们，逃马，我想想用什么吃，下快棋。用什么吃，吃。想将我的军啊！干你！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拉，比赛。一也没。好，你输了。我用一个炮马换了你车马，然后现在游戏开了，你直接认算输了。啊？因为你少个车，你两个多一个车，打后期你肯定输的，你认输这把。单手开。车多帅啊！对我只是我只算你输一半，输250。还没输呢。那就棋局就放在这儿，就暂停不动。那等会儿继续下。你这把肯定输了呀！我只算你输一半，搞不搞？还没输呢。谎言不能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这把后期咋回事？他肯定输了，他少个车啊，车他妈是最屌的牌，兄弟们。单手开都算。恐惧。
对面干嘛呀？对面你看，对面想撞什么？啊，等会下完，什么东西跟我对线啊？女刀锋，女刀锋怎么跟我这个英雄倒呀？女刀锋怎么倒我青钢影啊？ 红尘修炼二十载，计划的代价是必要的死亡。哇，下线了。 哎呀，我这个剑没改好，烦，我插不了眼，我操！师傅，我是真他妈的菜，我按到了 Q， 我闪现 QA 他就没得啦。上路没闪，而且他也是很菜，我明明杀不掉他了，他还闪现。 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上路是一个。你扛哦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他跑了。啊，我先回了。 上路是他妈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干他！我回家补个装备的，我两长剑很他妈强势现在。直接干他！ 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你推荐我，我们越好。暴力是了结的时候。窍门之道，机会只为等待的人。他给你挡呀。凡尘修炼二十载，我的攻速没他快。 心态崩了呀！我操，我这个给他打死了，这个他妈这个逼的攻速好快啊，真的太快了，他这个攻速怎么这么快啊？没事，他这把只能杀我这一次，好吧？ 哎，我打女刀锋是不是不应该主E啊？想了一下，我的E技能好像不厉害，我主 Q 吧。打女刀锋主E感觉 Q 的 CD 太长了，一套打完就没东西了。第二套很慢，主 Q 吧。你们觉得呢？二杠七，我喜欢这样的游戏，兄弟们。二杠七，现在我上路被单吃一次，你们觉得有没有翻盘的角度？
哎，再给你们抽次奖。你们记着，我一共抽了多少次了，好吗？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。他没意了。我来扛。走吧，走吧，哎。没有，这波吃一层就行了。我操！哪个这波很关键？这波很关键，哪个？这波杠克我只能告诉你非常的及时，但是我因为炮车掉了，我出了大问题，我在这里他妈等20秒就出问题了呀，兄弟们，1 2 3 4 5 6 7 8 9，走，你也只是徒劳。结果意味着一切。哎，好烦，这女刀锋回家了。我也七级了。我要找机会让他跟我打，这把才好赢。我这波不能去上路吗？嗯，好。我得去下路刷下路。开眼，裴老师，开眼。好。有暂时挡一刀的。双 buff 很猛。嗯，但我们也去是吧？我不去上了，这个 B 要蹲我。三杠二，这什么资源啊？怎么来了个这个呀？这波有点伤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没拿到头，有点烦这波。好意，哇，nice， 这波好起来了。对面这波很伤节奏，你知道吗？对面这波巨伤，我这波支援的时机是很好的。对面上路这波支援灵性，但对面上路这波其实是很亏的，很亏节奏的。别打，我帮你拿山姆。
这皮好弱。我死不了吧？啊，很烦，他妈又莫名其妙来个女警，我真的服了。看我十秒复活有贴有大，我感觉我们要先杀刀妹，你觉得呢？漂亮漂亮漂亮，这波可以。我觉得我这英雄打女刀锋带征服者会好一点。感觉带我这个不太厉害。上路能再帮我抓一波吗？我直接就起飞了，很关键。算了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别来了。这波我可以随便吃，对面没人来。好的礼节要通往外星。没到了。啊，好烦！我插个三下，他妈女刀锋去下了 ，ADC 去中路推了，结果来了个这个皮怪。他没到。啊？这我怎么死？战利品归战胜者。这把有点难顶，因为永远不会用防守的武器。嗯，还好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把挺好赢的。虽然我现在其实挺穷的，但我总感觉这把很好赢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嗯，这把不好，这边辅助挺缺的，机会是不眷顾的。我感觉挺好赢的。这边打野等级有点高，11级。嗯，这个 B 很肥。耐心不是硬品，而是一个暴力。技术服务于精华，而非控制。要等我。不行，不能出这个。
完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青钢影的这个一技能是不是等级越高，这个钩子出去越长？是都是一样的吗？哎，我感觉他妈的等级越高，钩子越长呀！我的钩子好短啊，这把的，我上把的钩子就很长。完了呀，老子武术节第一波他妈没了。这个技能不用智能施法了，哇，用这个吧，不然有些时候不好极限勾。完了呀，这波节奏我们炸了，兄弟，这要进到他们女警推塔的节奏里了。妖姬别来带，别来带，走开走开走开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这个人是个蓝卡，打人好痛，好痛好痛！完了，我这把武术也感觉出的有点蛇皮，兄弟们，讲道理，我要把换回来，不行，换了太亏了，换了感觉太他妈傻逼了。但我真的要换，我真的要换，等会儿再换。哎，好烦！我他妈二杠六了，完了。对面这把不会怕我了。有 T。我有 T， 肯定在打。变蜘蛛，完了，龙也没了。哎呦，这泽拉斯贼他妈会玩，你知道吗？装备太好了。这个老逼贼会玩，他不是装备好，他贼会玩。他那个衣放的很好。我一到他脸上放 Q， 他都不放 E 的，就等我大，然后往自己身上放。这把还是得我带线，我带不了线就还是打不了。全力
要我在线把什么凯隐、杰、羽刀锋这三个都把他们杀得稀巴烂，我们这把就好打了。你们要能守家，懂吧，兄弟？现在我泽拉斯有点不好守。那怎么办呢？让花月，让花月。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哪？问题的关键是，我不确定我打不打得过这几个人。还要等等射手。南凯要来找我，你们中路可以找机会，有可能哦，不一定，他有可能在这个位置。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。社会需要规范。你们找机会，我要推塔了。赶紧走。很烦，兄弟们。算了，太有机会了，那几个蓝凯刷被动。这人十分钟之前就已经。我现在可以深刻的告诉你，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我，但是我的带线节奏现在有点差。但对面的男爵 buff 要没了，中路他们要逼了，中路，南哥你们不能出来，他们要逼中了。我现在去打团是水蛇。泽拉斯伤害太高，打我一下半血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忘乎所以就危险。耐心不是一种品德，而是唯一的品德。妖姬死了，完了，我感觉这波难了，但我回去没用，放了吧，中路，中路放了，放了。专家的标志就是精力。守家，然后你最好别让他们回。守不了，你要回。他们羽刀锋回了。守住！我操，他妈一波了也他妈太恐怖了呀！呀，一波了也太他妈恐怖了呀！哎，很烦！哇，女警这个英雄推塔有点厉害，他妈这都能把我们一波了。这边的辅助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垮了，垮了，垮了，垮了！从来没有回家看。